哎，这现挤的小鱼，这咋卖呀？这个是隔人，我隔人隔人吃的啊。啊，这咋卖呀？这个八块钱一斤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二十。这个是什么鱼？柳根、哎，这是小老头哈。哇，这家伙新挂出来的，搁这现宰呢。哎，看看。妈呀，这宰好费劲呢。那个。是不能吃的，但是没鳞。完了，这种呢，它是葫芦籽，葫芦籽，你看上面全是小鳞，这得给它挨个收拾。哎呀妈呀，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啊，终于把这点鱼洗干净了啊。起锅烧油。炸一下锅，关键咱必须来点大酱，少来一点水就可以了，炖上。看看这三样配在一起，这颜色哇塞了啊！咱再炒个土豆片、辣椒配火腿，这辣椒也给它削片儿。这必须配点咱家的大火腿啊，看看啊，满满的这大肉块，里面的肉啊是清晰可见的啊，给它切成大片，咱来炒菜啊，吃到嘴里满口香。这大火腿啊是开袋计时的啊，看看，直接切完，先来一片，这个东西炒菜更香。点小葱花，这小鱼小老好吃了，看看这一盘子，这纯纯的啊下饭。起锅放油，土豆片入锅，土豆给它煎熟了之后，哎，放上其他配菜。这个菜老简单了，扒拉扒拉就出锅了啊！哎，颜色还好看，哎，不光好看，咱还好吃。我是焖的大米饭呢，这我妈整点大碴粥。哎呀妈呀！爸，你吃啥？我是二米饭啊，来我吃这个，加小米了。嗯，那也不影响吃大碴粥。哎呀，看看这小鱼咋样吧，小河鱼。哎呀妈，吃这一顿老费劲了，有刺啊，你要是炸吧，这小刺儿就能都吃了，你酱焖吧，这小刺儿还得吐出来。哎，香吗？好像没啥味，我就嚼了。这大火腿炒这个任何菜都好吃啊，秋高气爽，天气好，这是下饭的啊。这土豆煎一下子好吃。
我发现这小鱼不用做汤，我就搅啊，我嗓子眼也粗。我那个细嚼啊，它那个刺儿硬。它也不在于多少，在于做好不好吃。哈哈哈哈就行，在于精啊。在于好不好吃。对，喝酒也行。就这鱼我做的有俩点吧，你看这一道饭，哎呦我，不好意。应该是咱们钱盒里的，这是啊，你赶紧捞点呗，也剩下，赶紧捞点鱼呗，嗯，手捞大河不捞鱼，浪费了，咋整的呢？拿网挂呗，放只挂呗，啊，哎呀，这小鱼儿，这小鱼儿真配大沙洲真行啊，嗯，太行了，这鱼吧就适合于不吐刺儿。要不然太麻烦，我挤都没想麻烦呢，你出事想麻烦。其实我一下子都吃了，我这真没吐。你看我桌上可干净了。我一般不吐。这一个主菜其实没多少。我妈细嚼慢咽得吐刺儿，我这嗓眼细。哎，就这配菜，颜色像不像样？好不好吃吧？就说。颜色呀，行。反正大火腿配啥都香。